弟弟看 CC 蓝 KX 哎呀靠妈哟怎么了又见面了对呀礼包呀啊中看你看你贝爷还派贝爷玉成 Cordy 呀吼呀吼 Ether 羞羞星期六孩子 Win あらさう今日は俺の話関係ないからみんなののろけ話聞いとくわ今天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崩王阿贵仔 Hello 晚上好男人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谢谢你的真情告白眼睛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干今天见到你好紧张对不起我就是没有你一进来的时候可能距离太远了就没有听到你跟我说大姐姐可是后来有听到哇开心弟弟嗨五百首意大利面酱那个有点像佐々木のぞみ小五打手阿达代代牛排克里斯 Sorry 今天太晚到没关系呀、明天早点来嗨总管你谢谢雷神哦锤吗谢谢 Leo 네总管你聞いて何で昨日配信ができなかったでしょうか1ご飯を食べ過ぎた2寝坊した3家族に騙されたさてこの3つのうちどれでしょうか我现在要就是给你们一个问题Hello 阿凯凯 ，Hello 卡丘，嗨企鹅 Tomo， 风玉凤玉，博代菊，企鹅海轩，哥哥黄鱼，谢谢阿奎的礼物，一加二加三，外面吃饭中，好好吃饭，哆啦 A 梦晚安，我现在在跟其他粉丝吃饭，先挂停，好啊。Lowy， 马友晚安。明天第一次参加马友的握手会，啊、真假的 ？Chris 今天有来吗？今天有看到我吗 ？Hello， 天天，今天也辛苦了，辛苦拍手大家，辛苦你们了。Hi， 洛克 ，Lowy， 我刚刚给你们一个问题，就是呢，为什么昨天我不能开直播？一我吃太饱了二我睡过头了三我被家人骗了这三个里面有一个答案嗨兽医 Kevin Ren 商养聚餐吃晚饭先闪了嗨林 MJ 南野兽医物商养我也想参加你也想参加什么 ？Hello， 陈恩大哥，谢谢你来找我。嗨，冰雨，用大仔细すぎて時間を忘れた。いや、それはないよ。ちゃんと時間通りに報告したし。名字有六个字。Hello， 晚安，快累死了，辛苦你们了。亲签一定是二，真的吗？今天妈的发型好漂亮，当然是三三，对，就是三。三感觉最不可能第一次麻油握手很开心辛苦了谢谢南爷修一诶那超开心的我想说等一下人比较多的时候想跟大家就是说今天的感想这样子诶你要回去新组哦辛苦了 Make 我明代云那我可以讲吗嘿从没讲嘿低调冰心我要讲我可以先讲那个昨天为什么不能开直播这件事情吗我讲咯 Hello 哥酱我跟你说
昨天12点多的时候，我姐姐打电话给我。Hello， 大家好，我在讲昨天不能开，没办法开直播的原因。反正12点多的时候，姐姐打电话给我说：“妈哟，妈妈出车祸了，好像从那个妈妈开车的时候，从侧边其他车子这样撞过去。”从侧边呢，然后说什么安全带，什么安全带就是深入到胸口，然后不知道肋骨有没有骨折，然后连车牌都掉了，所以不知道他有没有怎样，然后现在就要过去了。我真的是脑袋快爆炸的那种，快崩溃的那种，然后就是听到消息，就是觉得真假的，然后就已经眼泪就哭出来，然后就一直狂流狂流狂流这样子。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讲那个昨天没有开直播的原因，我先讲一下。然后就真的非常觉得恐怖，然后就是姐姐要过去看妈妈那边，然后就是我一直在等姐姐的电话，然后就觉得哦，这个状态我没办法开直播，然后先跟经纪人讲说，因为我的那个妈妈出车祸了，现在那个情绪有点不稳定，然后我觉得没办法好好的开直播，所以对，所以就想要改到今天晚上这样子。然后姐姐也说好，然后后来就是姐姐跟我说没事这个两个字而已，然后我想说没事到底是怎样，她有受伤吗？还是她的车子坏掉了吗？她的没事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就是我妈打电话给我说，笑着跟我说，哈哈，没事了，我在开车了，我的身体还好啦，哈哈哈，就是小事了，真的有出车祸，但是还好啦。我真的是那个一个小时，因为我一直在等那个姐姐跟我妈妈的电话，我真的一直都在哭诶，然后就是哦，现在想想都很想哭了。然后我妈这样子居然笑着跟我说话，我就一直哭，就是一直都在哭，然后就真的没办法，昨天的那个情绪真的没办法，就是开直播，所以抱歉大家，就是改到今天，可能有人就今天没办法来看直播。对，就是哦，好像我妈说话也是不对，因为妈妈是跟那个什么警察局那边聊，就是在讲怎么出车祸啊，然后在那个确认那个影片之类的，然后就我妈也是简单讲而已了，就是我车出车祸啊，然后从侧边这样撞了，被撞啊，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说没事，然后就我姐姐觉得妈妈一定没有没事，不是没事哦，因为就是身体有什么状况才会有一直讲没事，因为他一直讲没事，反而让我很担心之类的，我就觉得哦天哪，真的是，而且我那时候那瞬间真的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然后觉得。啊，我真的没办法马上回去日本看我妈有没有怎样，就觉得很恨自己，就是现在台湾这样子，就是真的就是一瞬间那个一个小时是地狱一样。对，所以我状态太不好了，所以没有开直播，真的很抱歉。后来没事了就还好，谢谢大家。哎，我看一下哦，Hello 妈呀，酷酷猫给你赞 ，Hello 阿翔。这太恐怖，真超级恐怖的！エイクフリフリ残し本当に怖かった。所以眼睛肿到不能开直播。哦，对，就是因为12点多姐姐打电话给我嘛，刚好我在化妆的时候，化妆就是一点要开直播，在准备的时候，她对，然后就那一个小时，真的无法思考其他事情，这样子。姐姐坏坏这样不好，其实姐姐也是被吓坏这样子。笑った。めっちゃ笑えてよかった。居然没有，姐姐应该也是很慌张，这慌张的我不知道要干怎么样，所以怎么办才打电话给我这样子。姐姐害我要中途离开，姐姐扣10分。それはだまされない。お姉ちゃん大げさ。そう、お姉ちゃん大げさ。Min，Hello，小秋。
哦，真的是现在有办法笑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事。因为如果有真的有出什么问题，我真的现在笑不出来，而且这个车祸真的太严重的话，我今天的握手会也没有办法参加，就觉得哦，真的还好，一切都没事。谢谢 Cakes 的喝茶，是搞不清楚状态，应该是说，应该不是你大玩人的幽默了，这样子就是拿来当幽默也太恶劣了。我觉得他也是很慌张，然后就太担心了，就这样子。今天辛苦了，晚安。Hello 亚皮，晚安。一路撞过去都没问题，但我没办法看再吃饭，没关系啊，简单讲也是不想让你担心吧，应该是。Lika， 谢谢你的比心。哦，宁愿被骗，真的就是真的不可以。你们真的是骑车开车真的要小心，不要出车祸了。千峰 ，Ronaldo， 嗨喽，田中，你承恩大哥先专心吃饭，好啊，没讲过你就嗨喽，田中。哎 ，Hello， 遇到这种事情，真的心情不能平复，真的没办法哎。妈的，眼线好明显哦，真的哎，今天就是有握手会嘛，就眼，那我怎么讲，就是眼睛比较大一点。上眼线长长的，对呀，真的没事就好，每种事不会乱说的，对呀，小叶。真的没事就好。哦，刚刚看到了，哎，当时听到一定很慌张的，一定的。俺も事故あったらめいちゃん配信リスケしてくれ。もう本当にやめたい、マジでほんまに泣きそう。もう本当にもう、みんなが健康で安全で幸せにそれでいてください。はいはい、フォンリャ。Hello 小智、谢谢你的玫瑰。Hello Jeff、幸好没事没事、真的。今天蛮辛苦你了、完全不辛苦啊、超级开心的哎。今天的发型真的让人惊艳，早上去错的，没有啊，我自己弄的，自己弄啊。这次有事情没办法参加握手会，只好等下一次了。没关系呀 ，Q 强 ，Q 强也是平常都在开车，真的要小心一点，好吗？そもそも出かけないから、いやそれはわかんないよ。いつどこで事故に遭うかとかも全然わかんないし、ジョンカニさんが悪くなくても相手からぶつかられること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だからちゃんと横断歩道とか渡るときは右左右って見て、ちゃんともう本当にゆっくり歩いて、亀さんみたいに。反射神経はいるけどね。你今天那套衣服真的是香，谢谢，喜欢吗？晚安哦，晚安。今天玩得很开心，谢谢陪我。Osaka 真的好可爱哦 ，Okini 呢 ？Hi， 建哥，一下子要想那么多 pose， 辛苦你了，真的是在考验我吧？一下子就九个 pose， 居然脑袋崩掉了。妈呀，抱歉，还在吃饭，只能挂听。今天很开心，我也很开心，谢谢来乖一直来找我，真的很开心。好好吃饭。对不起，我原本是昨天要开直播的，就是改直播时间，然后让你们只能挂听，有点不好意思。Hello 小西西 ，Hello 建哥，谢谢你的枫叶下七笑。Hello 山姑姑，哎，你跟那个谁谁谁哈流散做朋友了，当朋友了，对不对？哎，我本来要买现场的合照券，到我，排到我就卖完了啊、哦，真假的？可恶，我脸今天第一次看到马友，很开心，我也超开心的耶，我脸，谢谢你，我脸。明天要去找马友，很期待。哎，真的吗？冰雨好开心哦，明天也穿的，明天对穿的就是跟今天不同风格这样子。呜，然后我今天那一套衣服是我跟美玲一起去买的，所以美玲今天也是穿黑色的蕾丝洋装。就是故意这样子，就是这样一样的风格这样子，还蛮开心的。然后美玲说：“哎，好像没有，就是马友没有穿黑色洋装的印象，所以就是可以穿看这样子。”明日是两半色，所以明日白的哟。呜，明天是可爱风，奶秀秘密です。哼。不过呢，我跟你们说，哎，有几个人应该知道，因为我握手会的时候有讲过，就是，原本是想要穿乳牛装，就那种睡衣的那种乳牛装，然后我妈说，
我妈说这样子太随便了，我是觉得很用心的，可是我妈觉得很随便，那就是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洋装这样子。对嘛啊，就是我觉得很棒啊。啊，六六，お疲れ様です。お疲れ様。さてはセーラー服やな。いや、セーラー服はあのね、啊，原本合照会的时候想要穿，水手服，但是呢，就是我们呢衣服要审核，然后我就是后来才跟姐姐说了合照会的时候想要穿水手服，但是对，就是那个审核时间已经过了，所以。就是对不起大家，如果觉得我很没用心准备不同衣服，我本来是想要，对，可是我迟交了，所以没办法穿。可是我下一次一定会穿那件衣服了，不一定，就是有机会的话会穿。妈妈说要多爱一点，就不知道买了一张买好的，耶，好可爱哦，谢谢你哦。お疲れ様です。お疲れ。めいちゃんこんばんは。天ちゃん。很应景啊。谢谢。Hello, 暗红。L, 还好没穿，不然我会。啊，没看到穿乳牛装的吗？哟，水手服太 sexy 不准，而且那种是我有穿过那件水手服啊，以前在直播间穿的黑粉红色的水手服这样子。下次期待马鲁师傅穿搭，明天也是师傅啊。二 B B N 梦小秋，对，乳牛啊，然后后来想要穿睡衣，对睡衣，我想穿睡衣，然后后来去找了很多间睡衣店，但都没有买到，就是觉得我原本想象的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睡衣，加上。有一个娃娃之类的，我想要这样子，就是还有戴上那个头的那个绑头发的那一个，对对对，原本是想要穿睡衣，就是有点可惜，但是今天的也不错吧。どっちかと言ったら今日の方がエロい。今日はエロくないよ、全然。なんかもうなんかちょっと大人っぽすぎたかなってちょっと思ったんだけど、大丈夫かな。我没有买到票啊，真的、哦、没关系啦，还有很多机会啦。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在海外的粉丝们就没办法来，觉得很可惜。但是没关系，就还有很多次。跳糟糕的歌的那一次有水手服，塞拉夫歌，我的嘟嘟嘟嘟嘟。妈的，高中是水手服没有我们高中其实是没有。规定就是其实可以穿私服，然后比如说有那个什么要集合啊，什么运动会啊，运动会没有，文化啊没有文化季也没有，就是那个什么 assembly 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有校那个是什么，就是全校那什么全部的学生集在一起的那个什么演讲啊什么的，就是毕业啊，什么入学式啊，那些都要穿制服，但是其实通常都不用穿，就是我们是私服的高中。まだ機会あるの？まゆちゃん今年卒業するのでは？卒業しても別にセーラー服着てもいいでしょ？始業式とかそう、なんか集合するときなんだっけあれ？集会の時とかだったら着てたんだけどね。ハリ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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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が衣装良かったよ、本当良かった良かった、本当はね、もともとあの牛さんのなんか衣装みたいな着たくて、でそれはなんかお母さんにそんなに可愛くないよとか言われたから、まあじゃあやめようと思って、その後にパジャマにしようと思って、でもなんかパジャマ可愛いのがあんまりなくてさ、でしかもパジャマ可愛いのあったんだけどなんかちょっと質感が悪くて、あこれで写真はちょっとなみたいな、いっぱい悩んだ結果ミレイちゃんと一緒にお洋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て、でミレイちゃんも黒のレースのワンピにするって言ったから一緒にミレマイで黒ワンピっていう感じです。牛丼めいちゃん、牛丼じゃねえわ。ハロースカイチャオ、ハオハオ、カムイン。我今天觉得就是女生，就是会来找我的女生越来越多，蛮开心的。而且那个女生好可爱哟，她们都很可爱，长得那么可爱。超可爱的，
它一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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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小秋，谢谢你分享直播间。嗯，ハリッペ、さっきの話聞いてましたか？なんで昨日開いてなかったかっていう。吃醋了？你吃醋了？吃什么醋？一番可愛いメイちゃんの女オタナンパしちゃっていい？いや、無理なんだが。メイのこともナンパしてないのになぜ？クリス、谢谢你的文手礼，好期待明天。没有趁机抹女粉丝的屁屁，没有趁，哎呦，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克里斯，谢谢你的吻手礼，收到了，你的亲吻。メイちゃんもう手に入ってたから入ってません。入ってません。明明很想被看透了。我明天不会去，弟弟，你不会来哦，哭哭。哎，那我就让我想问你啊，就是荧幕上的我跟本人有不一样吗？蛮好奇的，就你可以直接说啊。小白小姐，爱小易，环宇，环宇，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带环宇啊？我超想看环宇的。致命性的问题，他一开，小五真的变瘦了哎，不知道为什么，小五有在吃饭吗？怎么觉得小五越来越瘦？今天进场时候叫马友没有反应，大概还没睡醒，后来又醒。今天进场的时候有啊，你刚好是什么马友看我了，或者不是看你了吗？因为我跟那个阿杰他们就是聊聊天，就没有听到，对不起。还好有看到本人呢，还没看到本人哦，还没看到本人。画面好个可惜，怪怪得过啊，我这边怪得过啊，这边呢。欢迎今天有被一只没有，可是我来找我的时候他没有带啊，看到妈就饱了，真的吗？那就好啦，认得出来就没拿了，当然认得出来好不好？不要小看我，刚刚说了什么？这边太吵没听到。我刚刚说，荧幕里面的我跟本人的我是有哪里不一样吗？Hello， 小白小姐 ，Hello， 杨哥 ，Hello， 栗子枫叶。せえら服をてど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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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ぬがさな。メイハン、こんばんは。握手会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杨哥。全然疲れてないけどね。楽しかった。今天太美，黑色的很好看。真的吗？你喜欢黑色的麻油？黑麻油？你喜欢黑麻油？原来黄宇是喜欢黑麻油。本人的麻友更性感，今天没看到我，好可惜哦。没关系 ，Q 总今天是工作，只要听到关键字哪里不一样，就怕怕的。口红不一样，眼妆不一样，你去整形了，真的是。对不起，我除了喜欢以外，什么都不会做。这个是法法跟云爵在 Reset 公演做的一个小剧场，恋爱小剧场。本人也很漂亮，谢谢西恩，谢谢。哎，卡波吗？我觉得都一样，因为我都会让我心动，好可爱哦！怎么那么可爱？有啊，进场后来有拍到麻友，觉得很幸福。我给你，可是我进场的时候啊，没有眼妆。因为我今天弄头发弄太久了，就卷太久，然后就是眼妆就来不及画，就对啊。Hello Cookie Only Alpha， 呱呱。不过就是觉得好久没有跟大家握着手啊，然后面对面聊天，就感觉很不一样。虽然这样子直播间这样子，就是大家都留言跟我聊天，但是哦，真的不一样哦。面对面 face to face 真的是那个让我感动到。可惜没喊那个 Sky， 绝对面白そう。
面白く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どうしよう、面白く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乖乖、今天有用到之前练习的韩式。哎，对呀，真的就是韩式的拳法哎，哦，好喜欢哦，哎，好厉害哦，耍我真的是有在记得哎，天哪，太厉害了，你跟法法不一样。何が違う？何が違う？何が？何が？何が？さっき何が違うって話したっけ？面对面更有温度啊！对，可是好像我的手很冰。可是你知道吗？手冰的人就是心是暖暖的。我们日本人都这样讲。我会紧张到说不出话，偶尔一次就好。哎，对了，偶尔一次也不错。对，偶尔一次才能珍惜那个时间，这样子。有个短发女生来问我你，哎，对哦，有哦，我们是跟那个，对的，有个来找我啊，我等你呀、啊，等你呀、啊。直播聊天感觉有点距离，握手会聊天，会舍不得放手，真的。你说了我才想起来，我刚刚说了什么？哦，真的是那个我的记性真的是，小五，谢谢你的告白气球。谢谢你的告白气球，带田中来的那个哦，对对对对，超可爱的头发，对啊，头发就是今天是外卷，蛮可爱的吧？めいちゃんと握手した時何話すか全く覚えてない。私覚えてるんだが、私は覚えているんだが、辛いんだが、全然普通に覚えているんだが。不过我很害怕今天有听到我讲话吗？因为就是有一个透明的板嘛，所以就是我怕大家听不太到我的声音，有吗？有听到吗？我那个多すぎて，嗯，女が多すぎて，女が多すぎて。Hello Hello， 杰伦，呼呼猫，要不要叫他来直播？不错啊。今天那个板子太厚，有听到，隔音真的很强，要很靠很近，就靠超近的。怀那个，怀玉就在这边了，怀玉跟我的距离是这样哎，哈哈哈。我那我是给这边讲，但他那是我不会听的，もうそんなひどい，そんなにひどいの，ひどすぎる，还是有听到吗？等一下，等一下。よかった。もし次の握手会できれば絶対来る。ありがとう。めっちゃ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マヨ、ハイハイ、フフマオ。我比较怕你们听不清楚我们说什么，就是可能就太远的话真的没办法听到。但是我真的很努力打开耳朵了，所以应该是还 OK 的了。哎，跟他讲了，好啊好啊，我不知道我够不够大声，哎，你很大声，我听得到啊，雷克。Hello， 可乐老师，我也怕自己太小声，没有啊，阿鬼听得到。嗯，嗨，土豆，握手会，好开心的土豆。とても美しい眉、谢谢，谢谢。Hello， 今天はあれだよね、キノコ君とお友達になったんだね。我们还多隔了一层口袋，怕你们听不到。就是一开始真的是吓到，就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进来的时候，啊，怎么办？我真的听不到，因为那时候握手会场现场的音乐也太大声了。我就后来就跟姐姐说，可以把音乐小声一点吗？然后就是好一点点，就是 BGM 小声一点就还好。多分来年やな、そうだね、来年だね。多分来年的呢。Chris 这样近距离接触会害羞，不要害羞。有一个人超可爱的，我一直看他的眼睛，然后他就，然后就跟他说：“你要看我啊！”我觉得他没有在看我的眼睛。听得到啊，我也比较担心你听不到我啊。没有啊，有听到。まだ一緒に、まだ一緒にいるの？谢谢ハリさんの、何これは、日本語でこん、手の甲にキス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なんかこれさんに日本語で言うとなんか気持ち悪いね。手の甲にキスしてくれたわ、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明天贴在班子上，没有，不要学。交流したのね。谢谢 Cookie 的幸运四叶草。我讲到一半，你突然靠近我，吓到了，因为这是应该是你跟我说大姐姐吧，然后那一句我真的没有听到，然后就你刚刚说什么、这样子？谢谢暗红的玫瑰，路过 Kate，Hello。我来的不一定，我来的一定不敢看马友，怎么会呢？对音乐绿条弟跟马友一起掰手很有趣，虽然我最后对呀、那个女犯到了真的、Hello Hello， 哎，这个来首安红，谢谢你的玫瑰 ，Google Hello 阿春，嘿香菇，谢谢你的玫瑰，马友的马手二号 ，Hello 香葵，好可爱哟、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哎，而且大家都很用心哦。太厉害了，今天也有看到很多特别的打扮，不管是我的粉丝或是其他成员的粉丝都蛮用心，都很用心耶，天哪，你们真的很棒，超棒的。 Hello Ted， 上面那个 Kate 就是他。 Hello Kate， 谢谢你来找我 Kate， 膝盖帮 Kate， 我知道我有印象，因为我很会记长相，但是我不太会记名字。艾云 ，Hello 光头 ，Stephen，Hello。希望大家今天来，就是今天来找我的人都很开心。Hello Kate， 今天好玩吗？所以你也是那个田中的朋友是吗？你是田中的朋友。Hello，Hello。嗨，修一，嗨，阿春。小辛苦了。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早起。还好啦，就是因为我昨天没有开直播，有些原因，我刚刚讲了，对，所以跟大家聊聊天。今天是这两天是充满了 TP， 充满怎么讲，就是跟你们很多互动的两天，因为今天早上就见面了，合照会又见面了，然后晚上开直播，明天就可以见面。很棒我讲到后面真的没话题，我看你就好啦。你给我看看你的奖项，你给我记住你的那个帅气的脸就好。我就这样开心了，这样就开心了。酱油派 ，Hello 死推，嗨酱油派。一整天都有麻油，对啊，一整天都有麻油，不要腻，不要说有点腻了，不可以。真的很充实的一天。会戴墨镜，为什么？嗨五二零，大家都有吃晚餐了吗？要吃吗？刚吃了。我回到家就吃，哼哼，可以避过视线啊？不可能，不可能，我的视线是逃不掉的。刚刚跟粉丝一起吃 Skia， 真的很棒好喜欢吃，我也很喜欢吃，还在做捷运，好饿，哎呦辛苦你了，还没吃饭呢，去吃鹰，你吃什么？大家都在吃晚餐，辛苦了，应该是八点左右离场是吗？现在还在松烟吗？大家还没吃，刚到旅馆，现在赖在按摩椅子上面不想下，真的是辛苦你了阿哲，我很害怕，很害怕跟漂亮女生对到眼。然后你现在看荧幕的，荧幕里面的我的眼睛啊，然后我就看那个镜头，这样不就有对到眼吗？会害羞吗？马友说超软，天哪，我今天就是被大家我摸爆我说成员跟经纪人。这里太软了，然后阿潘真的超好笑，他就这样摸一摸，然后
麻油的手真的太舒服了，这 人快睡着，太好笑了。然后佳丽还问我说：“你是用什么做的啊？”我说：“什么意思？”然后就他问我说：“你有什么保养吗？”我就说：“没有。”本来我今天很害怕赖床跟不上，跟麻油我说，还好有赶上。我也感到善良。阿蒙，罐头，是吗？我看一下，是吗？那五单瓦要我要花五张淘淘看。好啊，五单，好期待。我玩七七就离开松烟了。七七是第几部啊？谢谢小五的我爱你，爱一四一，二一四我爱你，谢谢你的爱你，摸爆的呀！快去卸妆，妆在皮肤太久会不好。可是我现在在开直播啊，边开边画边卸是吗？隔着荧幕没事的。阿喷那个波特，波特什么？变态啊！被你握爆，真的好开心。要握爆啊！会舒服到睡着。对呀、啊，阿潘变态。大阿华秀一，谢谢 Chris 天生丽质的手臂，手臂而已。Hello Kiki， 谢谢你的许愿瓶。Hi Kami。七七今天最后一部，是第七部吗？肥仔直接卸妆吗？这个不太 OK 哦。应该说七七第四部跟最后一部，最后一部是第八部还是第七部？第八部？不对，第六部啦，第六部。刚搞错了，因为我是第八部的，对不对？Hello Steven。麻油天生丽质，素颜也好看。对啊，今天比较就是完整的妆，平常都是太淡妆了。好期待明天，我还在想明天的发型。我真的有点后悔，就是我觉得今天这样子双马尾，就是我不是有戴贝雷帽吗？我觉得贝雷帽，然后这样双马尾也超好看。我合照会的时候应该是要绑起来才对。好难过，后来觉得很好看。最害怕跟七七、栗子、彩姐、紫萱、布丁、阿姐、思雨这种女生对眼，虽然没有我。对啊，素颜也好看。饭店，那个是真的素颜呀，连口红都没有的那种。基层 ，Hello 基层。不。墨酱，你干嘛一直看我？好可爱哦！墨酱，我墨迹的那个头套已经拿下来了，它就变很活泼，也怕麻油，双马尾感觉很棒。对啊，我也觉得，但没机会了，下次再说。因为明天的那个衣服不太适合双马尾。哎，谢谢呼呼猫的花枝竞穗，谢谢你的许愿瓶，好开心，我真的好开心。麻薯今天也寂寞了，一早出门到现在真的好可怜。但我刚刚已经吸爆他了。今天麻油那一套衣服很性感，哪有？明明就没有那么性感，为什么大家都说性感？我那个是比较有气质的，我自己认为。双马尾是我心中的 top， 没抽到 mini con 草组会原厂。对吼，不太适合双马尾子。继续蒙塞，我不太适合双马尾吗？黑色有吼，有吗？还好啦。又忘记了那个雪的上面跟雨，那怎么念？对，维诺，对不起，我每次都叫错了，你们都没有纠正我，维如对不对？我今天维诺来找，不是维卢又来找我，然后结果我跟他说你是维诺对不对？然后他讲了一句，其实这个字叫卢，
哎呦，对不起，这个半年嘛，一年嘛，这时间一直叫他维诺，哎，我以为是糯米厂的厂诺，结果是卤。买游戏装炫完会不会跟我姐姐一样眉毛都不会啊？你看我的眉毛超级多哎、欸！除全身照，哎、欸，你都没看啊、哦？我有全身照，我已经泼了，是厚哦，原来是这叫厚。我是说，马上说明天的造型不太适合双马尾。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以为你跟我说我是不适合。对不起，对啊，明天的不太适合。可是我明天就是我哎，我想要你们看，就是我的发饰，然后很好看。昨天去买的。Hello， 红鱼被我梅子吃耳洞，吃耳洞。现在看了，现在看了太迟了，太晚了。Hello， 被我梅子。哎，怎么没有看到你呀、啊？哭哭，哭哭，我可以去 IG 偷图吗？你可以偷图啊，可是不要乱使用就好。什么交往软体啊什么的，都不要用那种。你可以设定桌布啊，你就可以存起来啊之类的都可以。我要穿什么？滴答妈有的有，好可爱哦！怎么那么可爱呀、啊？哎，这两天的造型 IG 也有桌布照吗？像之前的猫猫。我在想，我今天拍了全身照，可是没有到很满足，但是有一张是看起来非常瘦，就是阿棒棒我拍的，对，但是那一张还好。我看看，等一下修图，然后上个一个滤镜之类的，至于有没有办法好看一点再说。明天会努力拍那个桌布的照片，好不好？好像不太适合桌布，不太适合桌布吗？是 armor， 哦 ，OK， 盔甲吗？盔甲，谢谢阿奎老师，一个超酷的耶，贝拉超，贝拉超，贝拉超超超，我一看到就 ，Oh my god， 就是那个哎，天哪，真的太强了，那个也有在卖哦，好酷，贝拉超，贝拉超，贝拉超超超，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手机桌布是东京代表玉嗓，原来。我就现在是思雨跟七七，你快逃，你最好给我快逃掉，不然被我揍。嗨，信维，谢谢你的四叶草啊，忘了跟你合唱那一首啦，哎，超强的 ，Kicks 有在唱那一首歌，而且可脸歌词都背起来了，哦，太厉害了吧，太强了吧。一开，可是我觉得好好笑，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他就说不知道，好笑。一开 ，Hello， 一开，就是硬背五十音的感觉。莫讲，你在踏踏哦，你在踏踏毛巾啊？嗯？哎，土豆被马友说好几次滚，我好心，我没有说，我有两次而已吧，滚这样，然后其他是回转啊，回转，哎呦，土豆也太可爱了吧，这超可爱的，太难了，哎，背起来都很厉害，能到吗？我的桌布是果果，你做得到我吗？哎，我真的做得到哎、欸，做得到，土豆桌布是马友。哎，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土豆的桌布是嘶呀，没关系，明天唱，真的吗？加油，你们加油，赶快背起来，好好笑哎。没关系，明天唱，不会。所以你的那个什么桌布是嘶呀吗？还是棒球的？还是根本不是，根本不是 TTP 的。好了，不要太晚了，下了，妈呀，晚安，拜拜，小葵。嗨，龙龙，
跟思雅说土豆粥不是麻油，直翻是那什么？我就讲了可乐，你还知道吗？对，我前阵子真的是超级喜欢看直翻子，然后就好像两三个礼拜吧，就看完全部这样子。那一阵子我每开直播，每一天都在讲那个，直翻子那个教授好厉害哦，怎么样 ？Tokyo 好烦哦，这样。就是哦，有点怀念，因为我其实蛮过了多久了、啊，过三四个月了吧？对，超级好看的。然后今天就是有两位粉丝有穿那个直翻子的衣服，跟红色那一套跟面具，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很厉害。谢谢乔哥的手浪花 ，Tokyo 好烦，哦，这个好可爱啊、哦！你说的很好。嗨，曹哥，谢谢你的小浪花，卡了吗？真假的？曹哥，如果你还记得我的样子，下次合照就让你走，好啊，好啊，我可以走了。是卡卡的，是小五而已吗？顺，卡卡的应该是小五而已。边鱼，谢谢你的小浪花，小浪花，小瘦 ，Hello， 小瘦。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背了超，背了超，背了超超超，让他让你疼，对。Espanol，Hello， 太平晚小弟回来了，欢迎你回来。今天我只会谢谢。之后会填多张一些一点，谢谢你好开心哦，小说谢谢。谢谢小五的我来签到，谢谢你小五，真的好开心哎，超级开心。嗨，新颖吗？是新颖吗？真的很开心，好期待明天哦，哼。现在明天会来。哒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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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天哪，好想要看哦！他最后一集还在拍吧？哎，真的很想看。今天一开始有说“小姐，快一点”的西班牙文，也只记得这几个字。我只记得布塔 ，Senorita。我是记得这叫而已耶，天哪！我期待四月的公演，四月的公演真的值得期待，因为哦，三月的公演也不错，四月的公演也可以期待一下新的 UNI 去啦，好紧张，希望明天快来，真的就睡一下就来了。嗨，环宇。哦，我的老天呐！今天阿姐穿的也太辣了吧！你有看到那个黑色那个西装那一套吗？哦，超级好看。换名字能避过被马友记住不可能。三月二十六号也要快一点。三月二十六号有什么东西吗？三月二十八号是高雄，三月二十六号是有什么吗？爱环宇，下次一定填个几张，一定要的。可乐，你有看到我今天穿的样子吗？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毕竟你喜欢短头发的。可恶，可恶！还有我剪短，这边剪短，然后我跟可乐聊天的时候，我就只给你看左边，然后跟其他人。长发控的人这样子，哎、欸，好像不错哈。我在这边就剪短啊，然后这边留长啊，这样子，然后就喜欢短发的粉丝来了，我就哎、欸、，hello， 你好，我叫马友，你喜欢短头发对不对？然后就长头发控的人就讲哦，大家好，这样子是不是很好？这两边都可以享受。马友叫环宇，他会偷嘴。那个鱼呀、啊，企鹅 MV 啊，对，企鹅 MV 是二十六号，我以为是二十号，结果是二十六号，对啦，二十六号，我跟你讲企鹅 MV 的事情，
我跟你说，契儿 MV 我觉得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好看哎、欸，怎么办？可是呢，你们知道，就是现在不是有那个小短影片出来了吗？然后呢，就是那个排在一排骑脚踏车的画面，排在一排，然后从后面这样子拍的那个画面呢，我这样子就抖一抖，一直在抖。我很会骑脚踏车，拜托不要觉得我很不会骑脚踏车，我超会骑脚踏车的哎。可是那时候应该是太累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就是平衡力没有那么好，就是这样。左右走，左右走，这样超丑的。那失败那一次就被拍那一次，那一次就被拍了，你会累死。嗯，看一下，七月 MA 四月的公演应该可以抢得到，三月份的票没抢到。麻油生日还没，杰星是长头发，杰星算是长头发吗？他也不算这么长啊。他没那么长啊，欸，你有看到杰星今天穿什么吗？小兔子欸，粉红色的。然后今天的杰星，我遇到杰星，然后我就跟他说，杰星居然穿粉红色的小兔子，那你可以现在给我唱，给我听一下那个老舍吗？然后他真的为我唱一句老舍，欸，超酷的，你知道吗？穿着那个粉红色的兔子装，然后唱帅老舍，我觉得反差萌，真的很帅。妈可以给我祝福吗？三月十六号座位开奖，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很棒，你对，可以抽到很棒的位置，这样可以吗？辛苦了，还有啊，对啊，还有再骑骑，因为骑骑不会骑，嗯，海风太强了，平是平衡力啊，对，不是。balance 可以吗？只有两篇正式的 MV 还没出现，对啊，我就觉得好好。哎，维诺，对，这个维诺，哦，真是对不起，这个半年一年，我不知道是哦多久，我一直叫你维诺，那是卢维卢，对不对？什么维卢还是维卢还是维卢？我真的抱歉，我因为到想说这个好像会你来找我，我就想说啊，维诺来找我了，我就你跟我说一句，其实这个是叫维卢，抱歉，真的很抱歉，我汉字很弱，哎呦，真的对不起。妈呀，公棒哇，对不起，光想象就很有趣。杰星也要变成乌沙鸡，爱的母关小弟你好了阿九哈，七七不会骑哦，对呀、啊，七七不会。今天第一次握手会，辛苦了，明天最后一次握手会，加油，谢谢思涵，大丈夫噶，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你呀、啊，维如，我完蛋了，就是完蛋了，还是我叫你阿威就好了。阿威可以吗？拜托，这太难的那个汉字，我真不行。威啦，对啦，智威啊，什么威？哦，对了，这是威霆啊，怎么威了？这是威，哎呦，啊，精威啊，对了，就威啊，为什么是我说呵？所以是威鲁吗？哎呦，对不起，我可以叫你阿威吗？我一定不会忘记的。我如果我可以叫你阿威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叫阿威。可是威鲁的话，可能会叫做什么维诺啊，什么威鲁啊、维鲁啊之类的。哦，真的是抱歉。如果的如啊，原来是威如果威如果威鲁威鲁威鲁。对不起，而且我其实你来看我的直播的时候，你也没有跟我说，我真的以为你叫维诺，是威，雨威，雨威的威，威如果的如，维鲁，哎呀，给陈妍在的那几个是不会骑脚踏车，对对对。
明天与喵跟喵友、喵友们、妈友一起哦。我，好啊，跟我一直直觉变阿奎就没事。对啊，就是那个，哎，那个小秋也是啊，那个是秋，不是秋，它是月，然后就念错嘛，然后就对我叫他小秋，然后阿奎也是。原本是阿凯嘛，然后我以为是奎嘛，所以是现在是阿奎嘛，差不多嘛。对不起，少做耳朵。微乳小白兔 ，Hello， 大家好。微乳，微乳，啥时候分不清？真的，哎呀，汉字真的很难呢。什么？又要欺负我就对了 ，Cookie。我才不要念呢！明天是白色情人节，对耶，白色情人节快乐，大家！在白色情人节，在缘分还安排什么期待？连礼物都给不来，多么胆小也才。在白色情人节，在缘分还安排什么期待？连礼物都给不来，多么胆小又……想不到啊！对不起，默契，对不起，吓到你了。怎么想不到那个笑？那接下来三个字，我怕唱错，还是不要唱好了。Oh, Henry, no surprise, me dying呢？白色情人节的握手会，对。汉字太小了啊！对耶，汉字太小了。对，我又忘记了这个那个留言可以放大。上次美玲跟我说，我又忘记了。就卡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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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んは今日何してたの？メイのこと24時間考えてましたか？考えていましたら右手を上げてください。考え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ら左手を上げてください。明天白色情人节也有影片惊喜官方频道。对啊，我那个位置蛮好的。大家这些呢？よかった。今日の成績を教えてください。五零一跟 cricket 跟 count up 的成绩を教えてください。何この罰は？あ、右手でも左手もあるから、24時間割る2で12時間は考えてたってこと？当然有看啊，里面有我啊。可是我们都没有看过正式的影片，还没有看过，应该是公布那一天才那个才可以看到，跟你们一样。前期ってどういう意味？どういうこと？カウントアップ平均380ぐらい。あ、でも結構うまいね。380、すごいじゃん。もうすぐ、平均380ってことは400いくってこともあるってことでしょ？じゃあめっちゃすごいよ、普通に。めっちゃ普通にすごい。クリケットは？なんかレートみたいなのが出てくると思う。多分。あ、ウーリンイだったらどれぐらい？あ、なんかね、3回投げたの、あの、平均値みたいな。ウーリン今日はバストせずに2回終わらせて、お、すごい！めっちゃうまい。今天カウントアップ有一チャンス、上流よ。头痛头痛头痛！我上次看到你破一千啊，我就觉得哇哦哇哦哇哦，怎么那么厉害？太厉害了！平均45ぐらい。え、でも結構すごい。平均45だったらね、多分ね、レートだったら多分ね、今 3.2 とかじゃないかな、きっと。カウントアップ最高まだ400、カウントアップ504。あー、でもすごいね、最高504って。すごいじゃん。めっちゃすごい、普通に。やっぱり才能があるね。你有才能。你们也还没看过。我们都没有看过。え？反暴雷连成员也不能看。对、我们都不能看。那个ウホ那些影片也是、比如说、我们ウホ的影片是几号出的、啊、比如说我们、假设5号播放，那可能3号、4号的时候才能看完整的影片，啊，不然就是超过那个5号才能看。
啊，那个没，应该是三号、四号，就前一天、前两天才会看到。不意 ，Hello Google， 奇伟。クリケットは一人やったけど点数ってのに点数はねあのねレート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そのなんか純度みたいな純度じゃないかあのなんつったらいいの純度那个要怎么解释啊クリケット的成绩要怎么解释就是比如说就是三支都有中到那个20到15或是不的话应该是わからんなんかそういうなんか数え方があってなんかダブル入れたりとかしたらもう多分普通に2.7 とか3個とかになってくるかなすごい人だったら4とかいってるあのだから全部トリプルとかで入れたりとかしたらこれらそう問你よなんかクリケットの那个成績呀要怎么解释啊我知道那个是准度对不对就是三标都有中到那个数字里面的话就是要怎么解释才听得懂呢所以明天晚上的影片蛮好看了吗？明天晚上的影片蛮好看了，没有哎，我也没有看过啊。我其实有看过我自己跳 reset 公演的，影片，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个，就是正式来的时候的影片，也不知道明天的影片长怎么样。鈴木みくるのクリケットすごすぎて自分が下手くそそれやばいやろそれプロと比べちゃダメだよ。Count up 第一次破1000会拿到贴吗？啊，真的哦，真的吗 ？Count up 1000，我没办法，你知道1000是多厉害吗？1000是因为是8次嘛，所以呢，200吗？208次，200，要超过200的意思啊？200多，223，223，所以呢，你要一直丢到。你要一直丢到60才有办法超过1000呢，傻眼，真的，再讲了，达到一倍数算一次，达到三倍算三次，哦 ，OK， 懂了。でもクリケット一回七回マーク出したけど，一回で七マーク出したこと，すごい。明天晚上8点会出白色情人节的歌，期待，真的超期待的耶！白色情人节，平均每一回合加起来3开始就是不错了哦。没有哎，我昨天哦不是什么前几天就打一打，啊、哦，不行，就我手感很好的时候都要2.7多，然后就手感不好就会1.2、1点多这样子，就是很差。卡到了。全部ブル当たれば1000いくやろ。え、いく？ほんと？全部60投げて1200なんよね、多分。じゃなかったっけ？六日一笑笑。はい、クッキー。え、今天是我開一個半小時嗎？是嗎？謝謝 Gex 的戳戳你。謝謝你。在白色情人节在晚还安排什么期待连礼物都给不来多么大声啊我知道哒哒哒哒哒多么大声啊我活该啦你开三小时是150×8哇800,1000線でしたね。線ですね。線です、線です。間違えました。線です。50だからハットトリック永遠に入れ続けたらいけるってことか。辛くない？それは無理よ。でもみんながだから60とか狙っていくと多分1000とか超える人いるんだろうね。我怕先都是打红心三个帽子五个漏洞。我不懂。我真的不懂三个帽子。五个漏洞，三个帽子，三个帽子，我人生只我刚刚是人生哎，我人生只有两次帽子，你居然那个8次以内三个帽子，我傻眼，我真的傻眼，嗨，大娃哥，
有一次一千一都是打六十，哦哇，我天哪，我的老天哪，好厉害哦！喂喂悠悠，怎么那么多碟子？嗨，桃娃哥哥，桃娃哥，我跟你说，我原本想要跟你摆一个 pose， 但是你想要比爱心，所以我希望下次可以摆我想要的 pose。在白色灿烂的彩，哎 ，Chris， 谢谢你的枫叶。我的哆啦 A 梦，大家都吃饭了吗？でもワイブでも50ラウンド投げて今日21回破る。え、マジで？ねえ、素晴らしくうまいんだが。あ、わかった。ジョンカニってちょっとカンニングしてるもんね。ちょっとなんかズルだもんね。手長いし足長いし、ちょっとなんか器用なところ。あ、AI 仕組んでる、もしかして手に。え、てかさ、AI ロボット作ればさ、ダーツとか一瞬でさ、いけるよね。カウントアップ、可以練習、专注度。太在意分数后面很容易乱掉，对，我就觉得就是，比如说我打两次步，然后就想说差一个就帽子，差一个一个帽子就可能会飘到三倍两倍去，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子？专注力的关系吗 ？QQ 有机会的，对，有机会有机会，还在车上，你还在车上、哦，辛苦你们了，还在吃，多吃一点，慢慢吃。あとちょっとでブル30クリアできちゃいそう。でも本当にやばい。そんな AI いらんから。私は欲しい。AI はベイビーシュ、作弊吧。ジョンカニ真的很不行。因为他长得很高。然后他的手又长。所以就是根本不用射出去。他就是站在244米后面。他就可以碰得到标靶。できるじゃない勝利。だから244メートル離れてるやん。ジョンカニって多分届くよね、そのままそこに立ってたもん、手長いから。还在等车、あ、你还在等车、真假的、你不要冷到哦、真是、可能前面打得很好、发现可以破千就容易紧张、哦、一定的、就是很想要破千吧、所以就是很紧张、一定的。でも最近ブル近くばっか飛ぶから逆にカウントアップ。あー、わかるわかるわかる、ブル近くに飛ぶとなんか3とか7とか5とかにめっちゃ入っちゃうよね。ミーチョ、土豆回到去几点？对啊，回到家就几点了呢。William、Hello William。好好笑，米姐要今天辛苦了。Hello Hello， 辛苦了，辛苦你们了。我们完全不辛苦啦，辛苦的是你们啦。但是很开心，我们只是很开心，真的超开心的。上に投げたら20の数字の上に飛ぶわ。あー、わかるわかるわかる。谢谢小五的啾啾你哟、谢谢小五的啾啾你哟。嗯，谢谢。哎，刚刚好像忽略了一个。哎，有吗 ？Cakes， 我有跟你说谢谢你的啾啾你吗？哎，不是，小五是啾啾你，然后刚刚 Cakes 给我是啾啾你。好难哦，谢小五的啾啾你，开心开心开心。嗨，陈恩，驴陈恩啊，今天便当不错啊，我吃什么排骨的吧。それよりもう一つ可愛い子見つけた。もう本当に花痴。真希望哪一天可以上台北参加握手会，太平碗扫地。真的，我也超期待的。我等你的那一天，你要来找我哦，太平碗扫地。哎，七兄弟，因为手机问题，差点少一张合照。真的，还好你有确认。是不是土？哎呦，我不喜欢 Chinese character， you know， 真的太难呢。試合見に行きたい。哦，それはわかる。試合見に行きたい。すごそう。超想去看那个飞镖比赛，感觉超强。でもやっぱり坂口、いや違う、間違えた、間違えた。なんで私の口はそう動いてしまったんだ。すごく後悔しております。なんでやっぱりまゆちゃんは可愛いやな。そうだな。そうだね、私もそう思います。私もそう思います。
等我一下哦。没事儿。鈴木みどりちゃんなんでそんなにすごいんよ。ちゃんじゃないしね、まず。ちゃんではなくない？多分もう30何歳とかですかね。かな？結構若く見えて、結構あれだよね。すごいベテランさんの。あし、何げしょいり。うん。分析手相时间。え、我跟你们说，我的手相很厉害。这边有个那个。星星，等一下，我现在才发现你们手上不是有个 stamp 吗？就是那个印章，盖章不是吗？我这边是绿绿的哎，啥耶？我要洗很多次手，就因为那个那时候印太深了，然后就想说好好洗这个，现在到现在还没掉。你看看我多用力抱你，不是握你们的手，这边都是。蓝蓝的，我跟你说，这里有个星星。听说这个手相有星星是蛮厉害的。嘿嘿，あのね、みんなの手にさ、あのみんなの手にここになんかスタンプがついてる、それをさ、こう握手するじゃん、こう握手したらここが青くなってる。あ、对不起。我今天就是合照会结束后，哎，怎么绿绿的？啊，对哦，你们的手上有那个盖章。Chinese character 要仔细记住啊！想看看飞镖比赛，帽子实力应该跟高没有高跟高手差太多了。哈哈哈哈！大家都在笑，印章超容易掉的，真超容易掉。下次被盖章的手不会让你们握，没关系呀，可以抱得慢，握到变色也太厉害了，因为我超级用力握你们的手。なんでスタンプ手の裏についとん？だってみんなのだからここの手の甲にみんなこうやってついてるんよ。でこうやって握るやん。だからこうここでついたん。ここに。ちょまるに。タバク、你很坏。你真坏呢。应该明天应该也是会盖章。对啊，会盖章。你们可以盖到这边去呀、啊。这不会握到的地方，哎呀，哎呀，我是没查的啦。可是看了高手比赛，压力会变大，对啦。可是也没有要当那个飞镖高手的意思，飞镖选手的意思，所以没关系，就玩的开心就好。那我去，木匠，好久不见的木匠。哎呦，今天心情不好哦。好啦好啦，心情不好，要去拿。道明人，我只是好奇嘛，是这样吗？明天跟等一下，是哈士奇的士，哦，士大夫说，蛮好说，请盖头，额头。好像也不错哎，要盖在看得到的地方啊。你这额头啊，额头不错啊。每次遇到瓶颈都是参加比赛完会有点突破哦，真的哦。玩过蛮容易得到新的哦，原来我也蛮想玩看看，但是我现在在成都没办法。Staff。苏大夫，苏大夫，苏大夫，苏大夫！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好酷哦！我破音了，这样子啊，也太高音了吧，好厉害哦！苏大夫，苏大夫，苏大夫，苏大夫 ，staff， 你们就不一样，你们也不能笑日文的英文，你们也不能笑了，你们都笑说什么 Starbucks 啊，麦当劳啊，你们都笑得那么开心，你们叫斯大夫，斯大夫明明就那么不一样，你们不可以再笑日本人的英文了。
一样嘛，我们是同类的，台湾跟日本是同类的，好吗？我们是石大湖上嘛，你们是石大湖上吗？差不多，差不多。那个鳄鱼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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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一样吧，这个一样吧。啊，好好笑！星巴克 ，Starbucks。那个什么，麦克多奥纳鲁多，塞布伊雷布米鲁古，什么？Starbucks， Kit Kat， Starbucks， Starbucks， Hotel， 我什么 ？Taxi， 我 Hotel， 塞布啊，忘记了那个那首歌啊。猫手好软，土豆欢迎回来。他们追 AKB 的彩。他们追 AKB 的才在说士大夫，我们以前都说工作人员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就是日系偶像，所以会用到日文这样子啊。搭到车了，恭喜！你要小心一点，你要回家要小心一点，路上小心。嗯，终于快到家了，我真辛苦你们了。很多人用那一首学日文呢，对呀。以前在甄选的时候，有一位成员也是一直跟我唱这首歌，然后那时候学到的。马内甲，嘿，马内甲啊，马内甲是那个经纪人，是不是？马内甲是吗？终于可以吃饭了，辛苦你了，你要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哦。Hello， 안녕하세요，大胸糖 ，Hello， 大胸糖。是马内甲，好酷哦！就是日文，中式日文，好酷哦！감사합니다，中康님문이다 ，Hello Hello， 阿奎，谢谢你的玫瑰。哦，中康님，康님，中康님，康님，康님。今年要减肥，要干嘛有一样瘦，拍瘦才好看。拜托，我是软软肉肉的诶，我是诶，我上次那个想好的 catchphrase 叫什么啊？忘记了那个 catchphrase 叫什么？白白肉肉嫩嫩的吗？白白肉肉嫩嫩的，我叫藤吉麻是吗？汤圆啊，我叫汤圆，对对对，我跟汤圆差不多。现在黑色洋装很有气质啊，真的吗？谢谢鳄鱼，非常。新茶马西斯哟，有点慢点。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で食べたことないやろ。ホップヘイジュセヨ。嗨，小文，谢谢你的小浪花。马甲、马内甲、马六甲也、马六甲也相差很多。嗨，谢谢小五的小浪花。你这是不是小猫猫之前被施牙秀的 catchphrase？ 哦，真的吗？他们是这样说的吗？我也不知道哎，我也是一样，白白肉肉肉肉嫩嫩的，我真的很好摸。米九，谢谢你的雷神哦，锤，好痒哦。是混血儿吗？没有啊，我是日本人。Hello， 米酒，谢谢你的礼物。谢谢北湾梅子，明天见哦。谢谢北湾梅子礼物，开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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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 Kat Starbucks， 我看一下，还有十分钟哎，还可以聊一下。猫的手真的很软。真的超软，我也觉得超软。可是我觉得手是还好，就是摸着一下很舒服。默默，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甜美、可爱、美丽、漂亮。以下省略20字，好可爱哦。那个，那个呢？那个，我吃过10分，那个一点，もう一回台湾来て。谢谢阿牛哈西优的，我不会念你的名字。谢谢阿牛哈西优的雷神啊，我还是我叫你我爸好了，我爸谢谢你。
오빠감사합니다안녕하세요저는마유입니다 마유趴着睡午觉时应该很舒服对其他部分就不用特别说了手臂摸不到对手臂摸不到 Tomo Hello Tomo 깔깔주세요헛보주세요마유짱주세요마유짱주세요마유짱쿠다사이야바이아기나이其他部分摸到就要出镜了아니하세요可爱耶 Hello Tomo 谢谢你的小浪花嗯，안녕하세요哎，我有跟你们说过那个 hope 해주세요的故事吗？为什么知道 hope 해주세요这一句呢？你知道 hope 해주세요是什么意思吗？给我一个吻。我们那个大阪不是有美国街吗？아메쿠라아메미아메아메무라아메리카무라아메무라많이이거였어요ありがとう强烈要求举办粉丝下船是参加的运动会这样就可以吗日本女生的好可爱谢谢您刚刚说什么啊美国街我应该是国小的时候啦就是啊美国就是我姐姐带我去美国街那边吃年糕然后那个年糕店的欧巴就是老板是真的韩国人然后姐姐很坏她用手机查了一句给我一个吻的韩文然后教我然后她就跟我说这是多少钱的韩文她跟我说给我一个吻的韩文他教我给我一个吻的韩文嘛然后他说那是这是多少钱的韩文然后就我跟老板说好不好就谁哦我就跟他说给我一个吻这样子然后那个老板一直这样靠近我真的吗真的可以吗真的吗真的可以吗然后就觉得好可怕哦什么叫这么真的可以吗然后后来就我姐姐在那边一直笑然后我就跟她说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姐姐跟我说你是叫她亲你呀、啊、天哪我是国小生耶这样子 OK 吗然后就一直记得 记到现在后不还是说那一句真的很讨厌姐姐骗我的我那长毛就是天才的呢马上参加水运会给我一个吻可不可以哼，好白就是哟。多少钱是二码？哎，什么二码也有？老板母谈，真的难掉呢。老板出镜太可爱了啊！真的是哎，真的是，我被骗过很多次。还有米酒，还有一个咖喱酱，你知道咖喱怎么做吗？就是咖喱是一块一块的，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咖喱做咖喱煮咖喱的时候就是其实那种就是一块一块的咖喱粉这样子很硬的那一种看起来超像巧克力你知道吗然后我还很小我忘记了什么时候几岁反正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姐姐告诉我说你要不要吃巧克力然后她直接把咖喱块直接给我吃然后就吃到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巧克力然后就我真的以为巧克力可是我有闻到啊但是我那时候太单纯了我都没有想过我姐姐会给我吃一块咖喱块所以我就没想什么就直接吃掉了就我的老天呐！你们吃过那个很浓很浓的那个咖喱块的味道吗？真的超恶心的！哎呀，这姐姐很坏，老板故意挑战音韵的，挑鬼。小时候常常被骗，真的是太单纯了。日本女生都这样对妹妹的吗？应该不是吧？吃掉了一块，没有，吃了一口。然后就觉得很恶心这样子然后怎么活到今天然后真的是被骗过很多次耶我想想我真的是很多次但有些事情是不能讲的
太夸张，太过分，对，真的是太过分。哎呦，姐姐长大也没变，然后姐姐应该那时候应该高中生，国中高中生我记得。我哥哥也是，哥哥是把我当成一个可以赚钱的玩具，你知道吗？因为我小时候怎么什么都不懂，然后就想要买个零食啊，什么东西，就我跟妈妈说，我想要吃巧克力，我想吃什么软糖之类的，然后他就给我50块日币，然后就哎，那你去买呀、啊，这样子，他会给我50块这样，然后就是有一次，我也没有对宝可梦有多兴趣的，就是觉得他我哥哥给我一个亮晶晶的卡片，宝可梦的，然后他就说，哎，妹妹，你要这个吗？你要这个吗？亮亮的，你要这个吗？然后就说好啊，好啊，好漂亮，我好想要。然后说500块，说可是我没有500块。他说你跟妈妈说要500块，然后就去跟妈妈拿了500块，然后就把500块给我哥哥了。然后后来就长大之后觉得，这个卡片，这一张卡片有值得500块吗？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亮亮的而已啊，又不是那个 premium 的东西。这是普通的亮亮的卡片，就这样。哦，真的是，我单纯到真的是，哎呦，懂吗？我真的是单纯，很单纯，讨厌自己。所以你们也不可以骗我，因为很容易相信别人。そんな時期ってもう10回以上言ってるかも。メイリン也欺负过妹妹。メイリン、あ、真的假的？マヤの回忆模式開始。刚还是刚好比较适合，很浓的味道反而觉得奇怪，超奇怪的，我就直接吐起来的那。妹不是应该是全家最疼爱的宝贝吗？所以我被自己疼爱呀、啊，就是我这么单纯，这么可爱，这么天然，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懂，然后就随便说了一句就可以骗的那一种，一定会被疼爱呀、啊。亮亮的金卡，好像蜡笔小新冻干超人的卡啊！对对对，差不多。现在你卖，会有人超过500收，好像是。嗨，奶奶，开始计划什么？拐走麻油，不要！今天合作开心耶！一看我也很开心的，单纯又好骗。对对对，感觉蛮会很奇被奇怪的人骗走，拜托不要！啊，街中歩いてる時に上見ながら歩いてたらお金が落ちてくるよ。いやそれはやばい。それは多分私がなんか誰かにぶつかってお金払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になりそう。さん、ハロー。はい、か、谢谢你的礼物。疼的方式比较令人深刻。哦、真的。はい、ベオメイズ、谢谢你的比心。谢谢你的比心。我这样想一想、真的有好多好多好笑的事情发生过。哎呀，真的是太天然，天然也是一个困扰，很会被骗。我还在记仇哦，你们有跟我说过，法法真的起身就去上课，我还记仇，我真的记仇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大一什么都不知道台湾的事情，然后我以为哇，台湾的文化好厉害哦，真的。还是有那种很就是尊重之前的那个文化的人，结果你们是骗我的，张爸爸才不会起身就去上课呢。哎呀，是骗人不好吗？还是被骗的不好？究竟是哪一个？我也不知道，都不好。你不要再骗我了。卡波吗？那讲一波怎么谈起来？混蛋他们呢？哦，我现在在想一想，我就觉得哦，怎么可能会起身就去上课？但是我那时候最单纯吧，我就什么都不懂啊。然后就你们说，哎，法法真的会起身就去上课啊，法法还有驾照啊，什么山猪驾照啊。然后我就说，哎，可是上来台北的话要怎么办？然后就山猪就是停在那个高铁那边呢、啊，然后他就直接回去啊。我说，哦，是这样子吗？然后就说怎么那么怪的，然后就过了好几天，然后就问了法法本人，说你真的会骑山猪、哦？我说啊，我跟法法那时候也是不熟啊，然后就他一定觉得我很怪，
蜜蜂的事情也是，我跟林姐现在那么好，但是以前没有那么熟的时候，大家都跟我说林姐会喜欢吃，林姐真的很喜欢吃蜜蜂，然后我就跟她说，林姐你很喜欢吃蜜蜂对不对？然后就说，对啊，然后她以为我在开玩笑，然后她就跟我说对啊，然后后来说哦真的哦，然后就跟她说，哎，林姐你真的会吃蜜蜂对不对？没有啦，开玩笑的啦，我就觉得哦真的是。你们这样母汤哦，这样子不 OK 哦，真的是谁说的呢？一家野起火鸡呀、啊！哎、欸，拜托，我真的不会再相信了。这样相信起三句上课，以前真的有在相信，但我已经相信了，呵呵，相信酒店。那时候住在宿舍，什么都相信啊。老师一人那个村那怎么个来？但是我也没有想过，但是我也没说，因为我也没有想到粉丝们会骗我啊，对不对？好周全的骗局，真的。而且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没有啦，这全部都是开玩笑的，那我也说啊，哎，好像是开玩笑，就也不会相信100%相信。但是呢，那时候我开直播的那一天。每一个人，你们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就是一起骗我，我还记仇，真的是你们这个不叫团队，这个不叫团结，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我的那个 vocabulary 不太好啦。我也不知道这个叫错什么，反正这个是欺骗呐、啊，超主怪怪的。我们台南都是吃石磨鱼，还好吃呢，超真的很好吃。林姐自己说的啊，是吗？大熊，哎，林姐吃蜜蜂才会变成女王。很多人吧，一家七火鸡是他自己在影片说的，单纯的美少女。哎呀，可乐老师，你在笑什么？你跟我说达到 count up 达到两千，我搞不好会信哎。那一整个空内那么小声也得，最近那么小声的也没得红 money。No my business, it's your business, right？一真正看到的吗？是干的呢？集团诈骗哦，真的是最恶劣的那一种。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好哦，嗨麦鲁特，嗨，感谢谢你的礼物，你在安慰我，对不对？你这个是安慰你，是不是？谢谢你安慰我，只有一个人安慰我，搞不好一个人那时候也是跟大家一起骗我的那一个其中一个，但是你给我安慰礼物，所以我原谅你。谢谢一个人的成名人数。谢谢你的聪明人数，早组的金融很强啊。这有阿潘爱吃香菜才是真的啦，真的，我也不爱吃。哎，不对呀、啊，拜托，我差点被骗了。不是，阿潘是不喜欢吃，我也不喜欢，好吗？啊，その時まだ麦ちゃん知らなくてよかった。いや、本当そうね。それじゃなかったら、ジョンカイに騙されすぎて多分泣いてる。哈哈哈，不过炸蜜蜂很好吃，我不喜欢吃，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听你这样说，是吗？是这样子吗？谢罗，哎呀，真的是哎，大家还想欺负这个熟日本女生，真是的。阿班是喜欢吃香草，不喜欢。不是香草的，对，他们笑いすぎて嘘ってバレる。いや確かに、超感じがヒヒヒヒって笑ってるのめっちゃ想像つかん。好好笑。看一下时间，哎，已经超过一个半小时了，好快哦。那我再讲一下，妈，你知道吃香菜可以美白皮肤吗？才不会，因为我不喜欢吃。香菜，但是皮肤是白白的，没关系。不然你每天吃看看，然后就做报告给我，让我相信。你不小了，已经18了呢。我问你一个比较累，你拍 MV 很累还是？哦，不会累，完全不会累，全部都不会累，很开心。
好，那明天我们明天第八部握手会，我们明天见哦。谢谢你们来看我直播，我先念那个排行。好，今天的第十名 ，Requa， 谢谢 Requa， 谢谢你今天也有来找我。今天第九名米酒，谢谢米酒。今天的第八名 Tomo， 谢谢 Tomo。今天的第七名 Harrison， 香菇都得都君 Harrison。今天的第六名 Chris，Hello Chris， 明天见，好哦，明天见 Requa。今天的第五名 Cookie， 谢谢 Cookie，Hello Chris， 谢谢，明天见哦。今天的第四名呼呼猫，谢谢呼呼猫。今天第三名 Kicks， 谢谢 Kicks。 今天第二名一管，谢谢一管。今天的第一名小五，谢谢小五，真的好开心。那么我们明天见哦，拜拜，大家好好休息哟，拜拜。